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啊，但也请各位准备好开香槟。卫冕冠军 RNG 来到了可是他们的福地季中冠军赛。经过了春决的一场恶战之后，小虎再一次捍卫了自己春之虎地的王冠。去年啊，小虎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分别在两条分路拿下了 MSI 冠军的选手。不过呢 ，RNG 能打的可远不止虎大将军一个人。这一届 MSI 的上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在全球总决赛上面用普朗克呀、菲欧娜呀、技惊四做的宾。第二种是其他，提醒各位准备参加 MSI 的上单选手们，请提前准备好防水键盘再上场，做好被打哭的准备了。再加上野区横行霸道的小威对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和防御塔相亲相爱已成定局，你们最好祈祷自己的下路足够给力吧。但是啊，祈祷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用，任何的下路组合对上 Gala 和小明，你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游戏开始以后倒数15分钟，当谈论起全球最强赛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想到 LPL。 当 RNG 再一次举起 MSI 冠军奖杯的时候， LPL 第一赛区当之无愧。